DDS 机基因记忆会出阻止马里奥奥迪托雷二之五五分之二月五号日期1454年意大利蒙特里久尼。我带了我的士兵还有矿工，我们进入了旧井，如果需要我们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下面。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井里面大部分的水都被排出。我搜寻了整个地面以确认有没有任何记号或开关。我的人一定认为我疯了。有些木造结构还在挖掘中，我爬到它们上面，从高处往下调查，但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我要找我的手，我要我的人手保持安静，静止不动。我们只是单纯听着有无声响好几分钟，但什么也没有。我推动了岩石墙，尝试挤压或松动石头，什么也没有动。我找不到任何机械的痕迹，也没有绳索。或许这就是一口井。我们想在这里找到除了岩石以外的东西，真是太愚蠢了。我们今天就要到……等等，矿工的火焰，在他们靠近后墙时，它闪烁了一下。这里有个密室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推动这道墙，而它动了。等等，矿工的火焰，哈哈，我爱这家伙。